我说了，咱不是没说其他的因素啊，没有其他的因素在。哎呦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不灭平 A。我们是上帝视角的，不一样。那打比赛跟打的这种角儿肯定不一样。打比赛你死一把，你知道死一把有多难受？你死一把，你可能这辈子也打不回来，所以都比较的稳健。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！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！假装打的，其实不严。等他放技能，超了！沉默，刺儿！哎呀，他要反杀我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怎么这人连个 buff 都没有就来了？完了，死了一把。刚才怎么骂人了呢？我一开始寻思这个进阶啊，他不放 W 了呢。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，我在塔下他没放，你知道吧？我等了好长时间，他都不放，我寻思他不放了呢。最后我发现还是我年轻了。起立！刺儿，刺儿，刺儿。沉默，起立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你没闪现吧？我的装备比他好，我们都小反甲了，他一小破长剑，因为他塔下兵一个没收着，他现在就两个兵。两个兵确实是行，超越了时间的补刀，一分钟一个兵，不对，两分钟一个兵。换机了，这怎么都这么顺呢？我发现今天这是挺顺呐、啊，今天应该买彩票啊！挂机了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
蓄力，哎呀，把弱点改一下，然后我们回来，没关系，不怕。刺儿，刺儿，我还有两个小饼干呢，而且马上我们有大招了，等个大招啊！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。不放 Q， 知道吧？不放，来刺儿，刺儿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沉默，刺儿点延迟，刺儿，刺儿，我们可以补刀回血，刺儿，刺儿。刺儿，起立，武器大来了，武器大要干嘛呀？要杀人。你眼儿挺多呀，你再放一个，我看你有几个眼儿。干哈呀？这武器大。起立，吃药。沉默，快来赵信，赵信，这家伙挺能追呀、啊。我兵全了，其实我不应该吃那个剑尖的刺儿的，薛威是有点省闪现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个吃剑尖儿吧，我们就不吃小兵了。沉默，平 A， 平 A， 刺儿，刺儿，吃，刺儿，起立，平 A， 沉默，平 A， 刺儿，刺儿，刺儿。没眼儿了，刚才那眼儿放的不挺欢的吗？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平 A， 哎呀，鼻子好痒，哦，刺儿。干哈呢？哎呦哇！刺儿点燃，沉默，
要么少了一层，小伙子，不敢担啊，这不敢担呢。压了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平 A， 平 A， 打不动我，没有弱点，他根本他就打不动人。我在想我要不要吃小兵，刺儿刺儿刺儿，平 A， 完来人，叫人是吧，铺个铁板，还加个冰心儿。嗯，还好没吃出去，吃出去不被挡了吗？还好没吃，挺好。别吃。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，你这一个 ADC 下路塔没把我跑上路来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很贵。是小兵吗？下件我们出巨酒，本来我想这件就出的，刺儿，起立，沉默，他可能要 QW 呢，啊，小心点。卢仙敢不敢交易吧？啊，就一句话，卢仙敢不敢交易？大虫子没聚酒，虚区还是有点低，打人不带掉血，吃个红吧。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都傻子了。这武器大怎么回事？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点燃，沉默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闪现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沉默。哎，给我打一眼，给我打一眼，给我打一眼，起立。
哇，还好有水龙，我天呐！蓄力，沉默，点燃我！还点燃我！压了，来个巨酒，多少钱？巨酒啊，2900，这么贵。那我先来个反甲吧。吃一个吧，海妖赵信，哎呦，我感觉我还能吃个蓝去，我们就吃个蓝吧得。把我的塔给我拆了，刺儿沉默，这玩意儿能挡技能是真恶心。给我吃啊，算了，只能吃小兵了。我大不大？我大不大？我还变形了，看见没有？刺儿沉默起立，刺儿点燃刺儿，不墨迹了，先把他杀了，我们上高地。有没有人过来让我吃一口？沉默，他们家人全活了，快走！起立！那中路不要了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吃。起立！刺儿沉默，刺儿起立，他居然不动了。我得进一下主基地吧。屏幕外容不下我，我必须得在屏幕里边。